会流眼泪是正常，因为很酸。有弟弟有酸酸，对，酸酸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弟弟 OK。菲菲好胆小哦。好了，好。可是你刚刚没有照那个、欸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。妈妈，我发现它这里有一个这个。对。一个哥哥的。好好，不想要流眼泪是正常的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好，没关系，你的手不要放那。哎、欸，有，对，就这个方向，然后你用手用转的，转的，用转的。不要直接搓，会有点痛。对，很棒。妈妈，为什么我都不敢？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再处理你的。那爸爸嘞？啊，我们忘记左右上下了，你可以左右上下一下吗？嘿，好，对，好了。弟弟你好棒啊！